同学们早。巴尔克老先生，您怎么在这里？思想班级可是要扣工资的，上课说话可是要罚抄书的。这几天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知道都怎么了，个个都去打兼职翘班啥的，这不园长没办法才让我来顶替一下。小峰峰，你可以说话了。巴尔克先生，您刚刚是说全部老师都翘班了？是的，只剩下您一个人过来代课。兄弟姐妹们燥起来，今天幼儿园是属于我们的耶、想抄书了、兄弟姐妹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才对嘛。哎呀，巴尔克先生，人家不想学习了，您看我今天好不容易买了新衣服，你叫我出去浪呗。浪什么浪？你看你穿的跟个中古世界木乃伊一样，放你出去像别人是吗？说你老糊涂还不信吗？我这叫女武神装，是很高贵的装扮。穿了新衣服之后，你成绩能变好吗？我能变漂亮啊，漂亮了就开心，开心了就能学习了。那你现在开心了吗？开心呀。那就给我滚去好好学习。小我，我来救你啦。幸运儿同学，现在是上课时间，谁让你到处乱跑的？巴尔克先生，好不容易老师们都不在，你就让我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就是就是，我还得赴约呢。赴约？你一个小毛还能赴啥约？我约了隔壁家阿姨的姑姑的姐夫的弟弟的侄女的邻居家的小儿子玩过家家呢。我信你就有鬼了。臭老头，你就放开他。小峰峰，谁让你过来的？因为他迟到了。迟到啥？我们约好要过家家的。合着原来是你个臭小子。臭丫头，你再跑，等你老师回来看他怎么收拾你。有道理，那我不跑了。啥意思啊？天才的表演时间到了，我进去，哎，我出来，我再进，哎，我再出来。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What？ 谁动了我的控制台？好玩好玩。哎呀，我让你玩，让你玩，还玩上瘾了是吧？等下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臭老头，你来抓我呀！你抓我，如果你抓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听说某人让我抓他，这还真是个奇怪的要求呢。幸运儿，你就回来，书没背完就算了，谁允许你把班里椅子都拆了的？巴尔克先生，有句古语说得好，未雨绸缪，这个你总该懂吧？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没关系了？我把椅子拆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预防你把我们抓回椅子上学习了？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奇怪，小峰峰怎么又不见了？让我瞅瞅。臭老头子，我在这儿。小峰峰，我今天就让你认识一下我为什么能够活到这种岁数的原因。是因为厚脸皮吗？是因为我的麒麟臂还没有退化。救命啊！